客吼，哎，调剂思想，忽然之间，恁的头壳有淡薄仔无清醒，对不对？会头昏昏，脑胀胀的，哎，对不对？你啉烧酒安尼无？啊，没啦，没有，没啦。啊，你酒量如何啊？我酒量问伊啊，问伊啊，我问你哪有可能知？六罐子。我哪会看到伊影片内底，迄个内底有一个喙齿。来在嘴里，你敢不是你吗？得来呗。你有一概念的聚餐不是吗？有一次啊，曾经有一次。那是一年一摆呢。一年一概你调羹的对。一年一摆过意的。一年一摆你泡水的。那是调羹过意的吗？过意的，平常是安尼啦。哦，安尼哦，了解。原来如此，我们。我一个第六个男人呢。真的哦。对啊，然后六这么久，我听到哦，一对六个男人，我们一个婷婷哦，对六个男人，我爱了解，所以。六个查甫竟然输阮婷婷一个人，所以由此可见，我们的婷婷哦，真正是酒国女英雄，安尼好啦，哎，对不对？哎，算讲哦，天生自然的好酒量，安尼较好啊，安尼较袂失心啊。我就是想要失心，结果天刚丁丁咧，结果嘛无失心啦。哎，是你的好朋友啊，你讲迄，哎，算共一间公司出产的，对不对？我知影。你做伊的当中，我看有够认真人。我有去用剪丝回去呢。剪丝啊，当然啦，你着帮伊啊。房间困啊，去倒困，伫涂骹困。天天涂骹。其实我来讲，其实人来剪丝倒转去吼，可能应该是客恁家的客厅下椅啊顶，诶，算讲床椅啊、沙发，那不是放沙发，就是伫恁房间底，啊，你可能是茫茫的当中离去，无可能人甲你搭咧涂骹。我是真正伫沙发啦，对吧？啊，你搭咧涂骹是？小狗啊，我搭趴咧涂，趴咧涂骹，我有烧着。无啦。水果泥哇。铺街的时阵，真正。我妈妈佮讲吼，诶，我今日了袂歹。我妈妈讲吼，一年之间无要紧，无要紧，咱今日就要修理。系啊，本来就是啊，迄是讲难得有这个机会吼，诶，给他高兴一下。我为个要恁家呢，嘛真难的。对啊，要叫阮停一停哦，揣无对称的。各种剪丝都断去哦，真正难上加难。而且爱讲啥在讲，你有耐心讲，我今天要同你同桌。没有。所以就很快就醉了。其实吼。其实我们的那天，我们的婷婷应该比我盖这样，对不对？相信不会很多。他喜欢调酒，我调酒啦，啤酒，加高粱，哦，啤酒，还有那个调酒，哎，调酒，啤酒跟调酒，哎，对，大概是红酒，红酒，大概是那个洋酒，洋酒，啊，再来是那清酒。哦，看麦啊，洋酒跟清酒，这个是无你自然原因，对啊。我跟你讲，后边迄杯就变成什么清洋酒，你都唔知影啦。对啊，迄就是，好像是什么过身体，后摆有酒啦。对啦，恁个都唔知影啦。迄绝对唔是威士达啤啦，是玻璃达啤啦，不是啦，不是。迄就是吼，家己去浸的有酒，迄比迄玻璃达啤佫较好。哎，讲恁袂过关，我恁袂当过山。啊！哦，我上到嘴去啊！迄种啊，好阿仔，好阿仔，过来摕伊倒酒哦。这种特别的酒，叫我都搞，我甜甜甲滴落去就对了。哎呀，无摕出来讲啦，你清酒啦吼，啊洋酒，我歹势，我拢买过。足奇怪，早早去唔摕我啉吗？我上后边才摕我啉，安尼好啊。啊无你啊早早去哦，你啉啉嘛上到困伫遐。因为主角做完啊嘛，哦主角做完，你即个是功力吗？好啦。4年都在那边关注关注姐，我这厉害哦，我这哦唱歌无简单哦，哎，真正唔来要跳更多的当中，过要唱歌，啊，而且吼，真正足趣味的哦，讲的话真正有咱这来宾真正足大心的，用心在交陪，和咱这来宾更加一层哦，为了我们的啊婷婷更加一层的认识，我们婷婷真的是亲和力足强，所以她当然做更多的当中，来宾啊，感染者哦，感吐者哦，我好。上当中吼，拢总袂寒，啊，不过我等我若落去当中，这个温度吼，就降到两度啊。因为我感觉会较烧呢。真的哦。我拄仔有去参观一下，所以在楼下总有人陪你来。代表什么？感觉人家真好，家家户户拢来到现场，参与平安生活，真正真好。尤其他拄仔吼，那个楼处地当处长那个坤弟，用的麦克风。相信专真的吼，大部分拢有听到，真正拢来到现场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啊，所以吼，真正烧炉烧炉拢总得吼，啊，等会我会就知影啦吼。来来，今麦去听你的歌。好，继续来，欢迎跳一下，谢谢。来，欢喜跳一下。来，老师哦。
侪好朋友对咱配合拢做效果，啊，为什么拢不爱来头前才传几道？为什么要传在后边恁两支？后边后边看较侪啦。对，他带你来不想再叫的时阵哦，第一看到就是叫的心话。是送给厝内无一个小囝，就是两个人，谢谢。